啥呀？你松开，我跟你说两句话，松开。进去之前给你嘱咐两句，一会儿进去只管看你的房子，少说话，能不说话就别说话，听见没有？我能说什么呀？最重要的，别跟我动手动脚的。跟我说。我来了吧，怎么来了？来了。谁呀？你干嘛？扒着我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们是？哦，白阿姨，这是我同事邵鹏程，他跟我一块负责您这房子。哎，那个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是不是为了他才上班的？别瞎指人，懂不懂礼貌？我刚怎么跟你说的？你看不看房？不看房，我走了。那我当然看房了，那你得给我介绍。你看你能不能不动手？哎，你不许说话啊！我可不喜欢听你说话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这房子格局不错啊，我还挺喜欢的。你这同事靠谱吗？还可以。你这同事啊，表面靠谱。过来，那你老甩我干嘛？我看他不像买主，今天的交易成不了。哎呀，我们努力啊，尽量好。不是你看房子，看房子，你老动人东西干什么？怎么了？看一眼嘛。我怎么？这房子旧旧的，但这设计吧，我还挺喜欢的。这花园也还行，花长得挺好看的，打理得挺干净的。你觉得呢？你买房子，你觉得行不行？你觉得好不好？你能不能不老动手啊？我拉你一下怎么了？我这怎么跟你说？拉一下怎么了？是不是因为他在那儿，你不让我拉你？什么乱七八糟，跟人有什么关系？不是。不是那个，洛总，那个有个事儿，我得提前给你声明一下啊。这个是一个挺好的房源的，价钱可不便宜，这跟你随随便便买个包不一样。你这事儿你能做主吗？我自己的事情我当然能做主了。再说了，为了你我花多少钱买什么东西都可以。不是就不能不动手吗？哎，阿姨，我倒是要问问您啊，您家这房本上是您的名字吗？你老公同不同意啊？哎，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别问啊！哎呀，怎么了？你的话问完了吗？啊，那好吧，我一个一个的回答你。第一，关于卖房这个事情，我先生没有任何态度，因为他已经过世了。第二，就是这个房子。房本是我儿子的名字，所以所有问题最后如何处置都得他来定夺。您的问题我回答的，你还满意吗？嗯。抱歉，我要接个电话。喂。哟，儿子啊，这刚还说你呢。啊，不是，是那个有人来看房。哎呦，儿子，你放心吧，肯定是那个正规的中介公司。啊，你当时是不是说，只要你拿了第一笔佣金，你就能离开花园店？哦。哎呀，不是了，那个年轻人，年轻人未必看上咱们这房子，咱这房子太老了。阿姨，我来。哎。那个，我跟你说啊，干嘛？哎，喂，生气啊？哎，你好，太懂礼貌。你家这套房子我要了，什么时候能签合同？行，那我们就约三天后，三天后见，怎么样？哎，我那个，哎，我是话没说完呢。那个 ，OK。不是那个。洛佐儿，你想没想好啊这事儿？对呀，小姑娘，买房花的可不是小数。我可提前告诉你，这买房定金要是付了，可不管退啊。所以呢，我建议你啊，回家呢，跟你们家长好好的商量一下，再来决定，好吧？不就是买个房吗？有什么可后悔的？
我现在是不是你的金牌客户啊？是不是嘛？没法，我走了。哎，你我锁上了。是不是？看小说呢，看那么半天，能看得懂吗？我怎么看不懂了？我爸签合同的时候，我可是看过的。你看啊，你们这条条都是针对甲方，这条款太霸王了。我加一条。加什么加啊？我们这都标准的，你赶快签了，完事儿了。我加一条啊，你听着，如果此次交易中，乙方有伤害到甲方身心健康的行为，或者乙方未尽到有关房屋重大事件的告知义务，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，并不赔偿任何损失。陆小姐，停。比如你现在跟我说话，就是伤害到我的身心健康，这房子我就没法买了。晨晨，我可说好了啊，这次房子买了，佣金只能你一个人拿。行，那二位慢慢聊，我先出去了啊。晨晨，快，你快加上这个。你不是想早点离开这儿吗？合同签完我就交定金了。怎么说的来着？如果……来来来，你自己打，自己打。啊，行，我来打。可不呗，跟买白菜似的，说买就买了。你说他为什么找邵鹏程啊？美丽姐，好美丽，行行行，好美丽。你说是这邵鹏程帅啊，还是我帅？靠脸吃饭，肤浅，别让我瞧不起你啊，丢人。我就不相信白老太太家这别墅这么轻易就卖了。等这次合同签完了，你带我出国玩好不好？啊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真的？那你不能骗我。你赶快回家吧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你别让自己太累了，我会经常来看你的，给你带好多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嗯。哎。干嘛？晚上继续去客户家呀、啊？那么主动？爱岗敬业呀，不查出问题绝不能罢休。我怎么觉得你不安好心呢？自己去啊！我害怕。事真多。你有病啊！这灯是你关的，
无不无聊啊。我说，不害怕吗？幼稚。我刚才在里边听见一声声音。哪有什么声音啊，别老是装神弄鬼的。我刚真听见了。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就是这声音。没事。这什么声音啊？没事。弄不了就别弄了，行不行？明天白天再弄不行吗？别闹，快过来。阿姨，你就放心吧，你们听到的声音啊，就是这几个小东西的。这下水池里还有鲶鱼啊。是啊，这种事儿其实也是经常会发生的。你看啊，像这种老的筒子楼一般呢都会有一个统一的下水道，那为了方便检修呢就会留一个小的蓄水池。如果你楼上的邻居哪天买了鱼就放在水池子里，他们很容易就会沿着这个下水道啊流到这个蓄水池里，久而久之这鱼长大了，再加上有的时候那穿堂风一来，地漏的气孔再加上声音的震动，那这鲶鱼的声音就很像是小孩的哭声。这就跟吹笛子似的。哎，这看起来我们都被他耍了呀。是啊，阿姨，您看这原因都找到了，这房子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，您看您要不就别退这房子了吧。是啊妈，有鱼的房子最吉利了。是啊。不是，那什么阿姨，您看这事儿的源头咱也找着了是吧，您这得下个最终审判啊。审判啊？你这鱼咱不能浪费了呀！您看咱是清蒸，要不就红烧了，咱自己一块吃的多好。哎，你们家大早上的干嘛呢？叮铃咣啷的，人家隔壁都投诉了啊！啊，那什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刚才就搬了点东西，所以可能出了点动静。你们这些租客可别瞎折腾，要不然等人业主回来又得找我们物业的事儿。什么租客呀？这房子是我的，我想怎么弄怎么弄。你的房子？你开玩笑吧，这家业主我认识啊，人家可是著名的外科大夫。你们这些租客现在是不是脑子都不大清楚了啊？哎，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前几个月啊我亲眼看见他才搬进来的，就是他。周立峰，我女儿还没有嫁给你呢，你就敢欺骗我？她要是真嫁给你了，你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没有底线的事情来呢。你也知道，我们上海姑娘一般是不嫁给外地人的。我为什么要你买房子呀？就是为了让我女儿不要受苦。你的好，拿租来的房子来骗我。跟康妮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你应该知道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爱她。我知道我是农村出来的，在上海也没有房子，
可能确实不符合您的标准，但是，但我可以去证啊，阿姨。我跟妮妮的爸爸，啊，这么多年来支援边疆，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很多的苦，现在老了，我们就是想回上海生活。本来是指望着你能够安家立业，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本地人，我们可以跟着享受天伦之乐。可是你呢，要什么都没有，你这不是完全彻底的破碎了我们回上海的希望吗？妈，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好，但是你当初不也是因为爱爸爸，所以才跟他去了那么远的地方吗？虽然现在你们还没回上海，但是你们现在不是一样过得很快乐吗？你傻呀，妈妈年轻的时候吃了多少的苦啊，我就是不想你走妈妈的老路。阿姨，这是我的存单还有银行卡，里面一共有117.2万，是我所有的积蓄，我想把这些钱全都给康妮，不管你同不同意康妮嫁给我，我都想这么做。我觉得这些年如果没有康妮陪着我，鼓励我，支持我，我肯定走不到现在。阿姨，我保证以后努力工作，我会赚很多钱，我把赚的钱全都交给康妮阿姨。妈，李峰是真的很爱我，你就同意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吧。女儿，我今天要是答应了你，你将来指不定还怎么责怪我呢。我是不想让你往火坑里跳，除非你不认我这个妈。你呢，也别怪我太狠心。妈，妈，你是自己走呢，还是我轰你啊？妮妮给他，我们不需要。你先回去，我再劝劝妈。来，吃点东西吧，我们都算一天了，能算那么久呢？瞧不起谁呢你？我可是美国名校的高材生。还美国名校高材生呢？算出来没啊？你看啊，这个现在如果要买这套房子的话，这套房子的总价现在是370万，对吧？咱们按照首付最低的30%来算，再加上税费、过户费、中介费，总共加起来首付大概需要150万左右。周先生现在可没这么多钱呢。那你这算了不等于白算吗？着什么急呀？我能算不明白吗？房主是在比利时，
比利时现在下午两点，正合适。这你都知道啊？跟你说了，我是高材生，吹呢。喂，哎，您好，请问是许维汉先生吗？哦，我是您上海房子的代理中介，爱宇家的陈真真。程小姐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真的不想说话。我高小姐，刘阿姨，啊，这人多。我们到会议室聊。陈小姐，这退房租的事情你找周立峰就行了，干嘛把我们俩叫来？是不是又想替他说好话？阿姨，您别着急，我们叫您来呢，不是想替谁说好话，是我们想了个办法，可以把这套房子买下来。你蒙谁呢？就他那一百来万，能买什么样的房子啊？走，就知道中介是骗人的。你看，你们是存心的，合起伙来把我骗过来。走，妈，您先别激动，我们先听听程小姐和邵先生的办法，我们再走嘛。有什么好听的？这一看就是骗人的。刘阿姨，把话听完了再走也不迟。是啊，阿姨您先坐一会儿，您倒杯水啊。昨天我们给房东打了一个电话，房东现在同意以370万的价格把这套房子卖给你们，首付30%，剩下的做房贷，其他的费用加在一起，首付款需要付150万左右。周先生现在有110万，差不到50万就能把这套房子买下来。而且房东知道这套房子是周先生跟康小姐结婚用的，而且也知道你们现在在经济上比较紧张，所以房东同意3年内把这50万还清就可以了。刘阿姨，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您来说算不算是个好消息啊？妈，只要立峰买了房子，您就可以同意我们结婚了。这哪是买房子啊，明明是负债累累。你要是跟他结婚了，这300来万的负债就有你的一半，你能不能清醒点啊？阿姨，房产证上肯定只写康妮一个人的名字，我还会写一个文字说明，证明跟这个房屋有关的贷款全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。您要是还不放心，我可以去公证处做一个公证。那也不行啊，你万一要是还不起，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我还能让女儿跟你离婚啊？真是的，你们也别劝我了，我已经定了，我不同意结这个婚。走。妈，不走啊。妈，阿姨，我真的求你了，阿姨，你就把康妮嫁给我吧。阿姨，你们这是威胁我吗？我怀孕了，已经2个月了。您要是不嫌丢人，我就把孩子生下来当未婚妈妈。但是您想一下，我一个人拉扯孩子，我得多不容易啊！说不定还会被别人笑话，被别人看不起。万一孩子生了病，住院打针，我要一个人陪他去。说不定到时候连工作都没了。妈，这不是比嫁给周立峰？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我看你是铁了心要跟周立峰好，妈妈该说的、该做的都做了，你将来要受苦，
别怪妈妈没有拦着你。谢谢你，傻孩子。张小姐，邵先生，那你们帮我办购房手续吧。行了，买不起房子就别买了，先租着吧。等你什么时候赚够了钱，再买好的。这养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。谢谢阿姨，谢谢。你们俩接单完成的不错啊，虽然说客户最后没有买房，但是呢，总算化解了一家人的矛盾，还促成了一段姻缘，表扬。没了。啊。不是店长，你这不能光口头表扬啊！你知道为了这单子给我吓得半死，你是吧？是不是？是吧？表示一下。你点出息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傻子，你是不是真傻呀？我要是奖金不也有你一份吗？行了，你们就别在这浪费时间了。我认真的提醒你们啊，到了月底，要是还是一单业务都没有做成，别奖金了，工资都没有。店长，你这也太瞧不起人了吧？到月底我们俩要一单都做不成，我们俩还混什么劲儿啊？那白阿姨那房子？那我朋友不都签了购买意向书了吗？明天只要白阿姨儿子一回来，这事儿马上搞定啊！你那小女朋友靠谱吗？谁小女朋友？不是我女朋友啊，就是一普通朋友。他至于他靠不靠谱啊？那不明天不就知道了吗？反正到时候如果真要成了的话，你别心疼你那点提成啊。嗯，我看明天到底是他靠谱还是你嘴硬。笑什么呀你？行了行了，出去吧。等这单签下来了，怎么着？你请我吃大餐，别老天天拿着破活子糊弄我。等这钱下来了，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啊。行。陆总，是不是你没落难前的青梅竹马？别瞎说八道了，我怎么可能跟陆总那样的女孩在一起？陆总怎么了？陆总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瞧你现在都什么样了，人家还对你不离不弃的呢。您跟陆总在一块得了，挺适合的。你等会儿，我现在怎么样啊？啊，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啊？你啊，真的，现在啊，单身率这么高，你又落难了，就凭你这长相，能有人喜欢你就不错了。你给我好好说话，我长得怎么了？啊？我告诉你，你长这么大，你见过长得这么帅的男的吗？那你这人怎么那么没品位呢？你不会说我长得不好看？好，你还生气呢？给你个好东西，这是不是你之前丢那本日记？你怎么找着的？不告诉你，我可是费了很大劲儿才找回来的啊。那个租客跟我说，他们按照你上面写的旅游攻略去旅游了，还找到了很多潜水圣地，特别漂亮，要说谢谢你。谢谢你啊。我之前写给你那欠条，你得还给我。什么欠条？哦，哎，我早就忘了放哪儿了。那什么，你就当你不欠我东西啊。那行，咱俩以后互不相欠，啊。Thank you.
就是你明白我为什么不想卖这房子。我走了。如果此次交易中，你方有伤害甲方身心健康的行为，单方终止，不分人。喂，洛小姐吗？哎，谁啊？啊，我呀，我是那个前天卖你房的那个白阿姨呀。啊，怎么了？这么晚有事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我一想到我这房子吧就要被卖掉了，心里吧就是舍不得，毕竟我在这住了好几十年了，我真的对我这房子太有感情了。你不会是要反悔了吧？那不行啊，这房子我买定了。没，我不是反悔啊，您能看上我这房子呢，我就觉得这咱俩的缘分啊。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？叫有缘修得同船渡。我今天特意找物业，让他们把我这房子，我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迎接您这位新主人。啊，是的，这是我真实的想法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个事儿啊，我得要嘱咐你一句啊，这个多少年前呀，我请这个风水大师啊，给我算的，我在院子外面种了一棵风水树。这棵树你千万千万的不能让别人动，记住了吗？什么风水树？这房子还有这么多讲究吗？啊，我这房子讲究倒没什么讲究，但是呢，冲咱俩的缘分啊，我要不跟你说，我觉得特别对不住你。就是我这房子啊，不太旺这个姻缘。所以我就请那个大师啊给我算了，我在外面栽了一棵风水树，这样可以挡一挡，化解一下这姻缘煞。啊，当然了，你们年轻人不信这个，对吧？中国还有句老话叫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咱不信没有，就肯定是没有这个事儿。不是，什么叫不忘姻缘啊？你等着啊，我现在过来找你啊。哦，来了，谁呀？白阿姨。啊，洛小姐，你还亲自来了，有什么事情给阿姨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就随便看看房子。看房子白天看清楚啊？我这，行，我把灯给你打开。对。就是那棵风水树，那就是大师指点的风水位。大师说了，树长得越大，化解姻缘煞的能量就越强。姻缘煞，洛小姐，就跟你说说我的故事吧。来，跟我来。洛小姐，请您看这张我们全家人的合影。那中间是我年轻的时候，旁边这位是我先生。我先生当年啊身体特别特别的好，可是搬进这个房子不久，他就患了肝癌。走的时候才40多岁。旁边那是我儿子小的时候，现在已经是30岁的大小伙子了，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优秀，可是到现在也找不到女朋友。啊，当然了，你不一样了，
有这棵风水树，一切都可以万事大吉的。阿姨，那我先回去了啊！哎，着什么急啊？喝杯茶再走啊！不用了。哎，陆小姐，明天见，明天下午签约。小姐，下午见啊！我刚刚特意找人给风水树剪了枝，喷了药。这房子遇到你这样的新主人，我也就欣慰了。左儿，起床了。哎，你今天不是要出去吗？啊，我今天不出去了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哎呦，这大早上起来，谁找你了？妈妈，要是有人来找我，你就说我不在啊！谁来都说我不在啊！我睡觉了。来，来，哎，白阿姨，珍珍啊，你来了，小邵，白阿姨，哎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儿子景然，啊，儿子，这是程珍珍，这是邵鹏程，他们两个是负责咱们家房子的经纪人。哎，那个谁呢？骆小姐呢？骆小姐路上呢，我估计快到了，可能堵车。那个景先生。合同的事我跟你说一下。哎，哇，这小邵，阿姨啊，你儿子是景然啊？对啊，你认识他啊？啊，景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师，我们大家都认识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真的啊？哎呦，我儿子这么有名呢？是你要卖房吗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很闲的吗？我只提醒你一点，别说穿我的身份。我对你的私事不感兴趣，但是你卖房，真的行吗？反正我也拿不着金奖，就卖卖房子呗。我给你拉凳子。哎，好。谢谢珍珍啊，谢谢小邵。哎呀，这些事儿啊，我都不用操心。我这个儿子，什么事都不让我操心。合同没什么问题。买家怎么还没到？啊，应该快到了。应该，这是一个很不严谨的用词。儿子，没关系，咱们再等等。
Thank you.